好，欢迎来到国风剧场。听完王心凌暌违华语乐坛5年的全新专辑首播主打《白天》，我会视之为出道20周年的这位女歌手对负面评价、对不怀好意的声音、对外间所有恶意的一次漂亮回击。光是看到这次实体 CD 的装帧设计，我就已经隐约猜想到王心凌在这张专辑里更想要表达的东西。大力咬一口巧克力可以为生活释放压力，当被咬了一口的巧克力变得残缺，可能反而才造就了另外一种意想不到的完美。 By Pick 想说的也就是，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况，都要痛痛快快的大口咬回去。所以我很喜欢王心凌在 By Pick 里那个不断重复的舞步，把腿抬高，咬一下手肘，是咬回去的象征，意味着我们不会轻易被生活击倒。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波折，遇到卡关的时候，我们更需要这样子的 By Pick 精神，锁定目标，紧咬不放，就像在浪姐里逆风翻盘的王心凌一样，永远都坚持做自己。浪姐之后的王心凌已经有了足够的底气做自己想要实现的事。 By Pick 里的王心凌或许不是我们最耳熟能详的那一种甜度爆表的他，然而这却是王心凌在现阶段最想要做的舞曲风格。当然，既然 By Pick 是王心凌的作品，这首酷酷的歌也会有他天生自带的甜味，是完全属于你的神奇。在词曲创作与制作方面，入围金曲歌后的刘柏辛在跟王心凌进行了多番深入沟通之后，为王心凌描摹了一个更贴近当下的她的真实形象。她始终还是一如既往的甜，只是这种令人回味的甜注入了更多岁月的历练，比人工糖精更值得再三回味。如此有一点熟悉又有一点陌生的王心凌，真的非常让听众想要一探究竟。合成器、夜晚音效等潮流元素的加入只是歌曲的华丽表象，王心凌更想要透过这些外在的喧闹，诚实地表达出她在当下的一些内心观感。王心凌甚至把 By Pick 这首歌当成是一段新的冒险，在猛烈的节奏、再造的电音编曲、在洗脑的呵呵爱，都藏不住王心凌由心而发想要在音乐之外告诉你的话。想拥有自信又漂亮的人生不是容易的事，你要付出很多努力才能换来一丁点的回报。 By Pick 是那种能让人听完变得更有勇气的歌，即使你是一个懦弱胆小的不敢咬回去的人，你也能接收到王心凌在音乐里为你奉上的甜蜜鼓励。我们要跟王心凌一样，勇敢回击这个世界的种种恶意，学会大胆的咬回去。在 By Pick 的 MV 里，王心凌切换了多个不同的造型，无论是在夹娃娃机里跳舞，还是在游戏中跟敌人对战，王心凌都是在以努力冲出重围的舞步，实践住歌词里的话，开始游戏，到时间就出击。生而为人，无时无刻都得面对需要冲破的枷锁，当你睁开眼的那一个瞬间，你就已经赢了自己的心魔。彷徨过一秒，继续奔跑，去迎接破晓，是我在 By Pick 里接收到最关键的信息。我很烦那种正能量满满的励志歌，但王心凌这次要说的是，即使前路一切都是未知之数，她也愿意承担所有因为蜕变带来的得与失。她决定不闪躲了，因为我还在这里，一切还来得及，守住自己的初心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有留意的话，王心凌在 By Pick 里的咬字乃至是唱腔都悄悄换上了新的方式，这样的小改变并不是大刀阔斧的为变而变，而是贴合歌曲本身的性格去量体裁衣，让这首歌听起来更有轻咬一口的低糖风味。至于原本的王心凌，仍然在歌曲的每个细节闪耀，音乐里的她还是我们最初喜欢她的那个模样。把 By Pick 嘴跟听众见面的新专辑第一主打完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王心凌在当下这个阶段的音乐企图心。我当然可以理解一部分听众未必这么快就能进入 By Pick 的新世界，但此时此刻的王心凌好像已经不再在乎那些被他人否定的声音了，他有了自己的主见，可以很勇敢的也很甜的咬回去。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